今晚啥不行扯，赶紧回屋睡觉。好，我晚上去，我喝口水就回去啊。快点，老伴儿啊，你早点睡啊。没点存货行吗？哇塞！往嘴里塞呀，你就这一口你就让我咽下去呗，半口也不行。不是你为啥呀？你有病。你照这么整呢，你没等病死饿死了你。哎，我愣可让你饿死我也不能让你病死。哎，大伙儿看看，就他这体格能饿死吗？不能。我就照你这样，以后这日子没法过。呀，听你这话，你还不想跟我过了呗？啊？不想过。不过你就走。走就走，瞎了。有能别回来啊！不回来就不回来。哎，你给我说准了，这回你要回来，你就是我孙子。对，我回来我就是你孙子，我这辈子不回来了，我下辈子也不回来了。走。走就走。走。走了。哎呀妈、啊、大半夜的你跟爸又吵吵什么呀？这咋回事啊？太气人了。我告诉你了啊，谁不许给他开门，谁给他开门你们俩谁是我孙子。谁给我开门谁是我孙子啊？等你孙子给你开门吧。哎呀妈，妈妈，完了完了，我现给他生个孙子是来不及啊。你就别闹了啊。我说这外面挺冷的。是啊，赶紧把爸给叫回来吧。啊，把他叫回来。啊，咱爸你又不是不了解，倔起来十头驴都拉不回来，你顺着劝不行。那咋整啊？你对爸呀就得以毒攻毒。怎么攻毒啊？我有一个办法啊，你得听我的啊。你说。来来来，你过来。嗯，来啊，咱这么着。把呢这三句话，我就能把我媳妇打发回来。你那行吗？三句话。我三句话我就能让二米粒和我吵起来，而且把我打出去。你拉倒吧，三句话就能打起来？你看，我跟你说，我出去以后你马上跟你媳妇打啊，你也得我咳嗽、你也赶紧出去。好、哦、行，听见没有？那你万一三句话打不起来呢？万一没有万一，保证三句话，你帮我数着啊。你坐着。二米粒啊，来来来，你出来干嘛呀？正准备做面膜呢。媳妇儿啊，你今天晚上真漂亮。废话，我哪天晚上不漂亮啊？媳妇儿啊，你真会选化妆品。用你说呀，我选的那都是世界顶级的。所以说啊，以后你就别卸妆了。啥意思？你卸了妆是真没法看呢。严顺风，干嘛？你给我我滚就滚。你是不是看上别人了啊？我看就是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滚给我滚远点，这辈子你别给我回来。我这辈子不回来，我下辈子我都不回来。行，你长能耐了你。哎呀，看见没有，我这出去了，一会儿我咳嗽你出来啊。我明白我明白。什么了不起的你这大姐吗？哎，他跟嘀咕什么呢？他那个跟我告诉你，不许给他开门，你要给他开门你就是我孙子。妈呀，这三句话挺好使啊！我跟我媳妇没打过架啊，我得用用这三句话。大美丽，哎，大美丽，干嘛呀，老公？还不大美丽，你快来，你快来啊！我跟你说三句话。大美丽，你快来，你快来，我跟你说三句话啊！你今天晚上真好看。废话，哪天晚上我不好看呢？第二句，你很会选化妆品呢。我从来不用化妆品呢。你别卸妆啊，你要卸妆了可真没法看。我从来就不化妆啊。老公，你说我天生丽质，真会哄人。老公、咳嗽啥呀，出不去了啊。我跟你说呀，
是这样，大女儿啊，你没有理会这三句话的真髓。咱回屋，我再跟你重新说这三句话，你好好体会体会，意思不是这个含义。离我远点，不要你别劝我，谁劝我都不好使。今天就不回去，不过了。对对对，爸，爸你做的对，我支持你，我不跟他过了。就不过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这么多年，你头一回说句让我高兴的话。你说啊，这么多年，是不是我忍着他啊，我让着他啊，我包容他？对，这老太太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哎，爸爸，说差了，我不是说我妈，我说二米粒儿，我跟二米粒儿不过了。不过，啊，你跟二米粒儿因为什么呀？妈呀，我跟二米粒儿结婚这么多年，我睡不好觉啊。你睡觉就躺着就睡呗，那玩意儿有啥睡不好的？躺下就睡，我且躺不下呢。为啥呀？躺下之前二米粒一大堆的程序呢。都有啥程序？首先啊，我得打一盆水。这盆水的温度得适宜，不冷不热。这干啥呀？给他洗脚。洗完了脚我就该洗脸了。他洗完脚你洗脸呢？啊，还得刷牙呢。换水不啊？我当然得换水了。那你说他干啥？这不挺正常吗？这个天天都得这样。那完事你就睡觉吧。睡不了，还有一大堆程序呢。还有啥呀？躺下以后得跟他说100遍我爱你。这事儿对你不难呢，你那嘴多快呀，突突突突说完就睡呗。二米粒有要求。啥要求啊？一遍比一遍深情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你这玩意儿，这要说100遍还不天亮了？你以为这些年我睡过觉啊？我跟你说，这事儿你也不能怪二米粒儿。怎么不怪他？你说你事业干得这么大啊，就咱家这房子首付那大头都是你出的，是不是？这二米粒儿他有压力，是他给你订这么多东西让你表白，他不就是不自信吗？你什么也不过了？不是，你别不过了。我跟你说，过日子啊，你得跟你大姐夫学。你看你大姐夫和你大姐过得多好。跟他学，啊，他一会儿也得打起来。什么？你？不是，我跟你说吧，你说这个我们家就你大姐那不是省油的灯，这是多亏了你大姐夫，他能包容他。你嗓子眼里有虫子？不是，我是说你大姐夫怎么还没打起来呢？我跟你们说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怎么？哎呀，怎么的？怎么的？不过就不过，咋着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告诉你，不跟你过了，怎么的？我出去我就出去。我跟你说，我还怕这个？谁也别劝我回去。我跟你说，我就不回去了。谁劝我，谁是我孙子。哎，那屋里没有男的了啊？谁劝我，谁是我孙女？你看，你看，不是你又怎么的了？爸，这日子没法过。没事。你怎么又没法过了？天天睡不好觉啊。你看你怎么睡不好觉呢？每天晚上这大米粒儿他闹腾我呀。怎么闹腾你啊？怎么闹腾我？他说梦话呗。他说梦话啊？不光说梦话，现在还发展了啊。前天夜里啊，我就感觉有个人拿着毛巾在擦我的脸啊。我一醒了一看啊，大米粒儿，我说你干啥呢？他说呀，老公对不起，我做梦了，我梦见在那擦桌子呢。昨天夜里我就觉得有人在葫芦我肚子啊。我一看大米粒儿，我说你干啥呢？他说老公对不起，我梦见和面了。刚才睡觉的时候他说老公我想吃西瓜。我还敢睡觉吗？这要是夜里边梦见切西瓜，我还能见到明天的太阳吗？你说你们俩这不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吗？那两口子过日子哪有那马勺不碰锅沿儿的，是不是？你一忍他一让就过去了。不过了。不过，我跟你们俩说啊，不过了这仨字可不能拿过来就说。你第一回说是怄气，第二是习惯，第三回要连着说也许就真就过不下去了。那
那爸，你都不过了，我们还过什么呀？我们没事啊，爸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管你，对不对？对，对吧？对，爸，跟他们不过了，以后咱仨过，咱有钱呢啊！以后你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。爸，我伺候你。对，我伺候你，一直伺候你。啊，就是我，你跟我女儿不过了啊，你还有钱让我花，吃什么让我使劲吃，你随便。那个你跟我女儿都不过了，你还伺候我？嗯，你俩缺爹呀？少跟我来这套，都跟我回去过日子去。你不回去，我们就不回去。我肯定是不回去了。你啊，去！哎呀，真冷啊！哎哎，看看，还得是老伴儿，知疼知热。大姑爷啊，天头凉，别冻着啊。谢谢妈。哎，真冷啊。哎呀，看见没有，还是我媳妇儿知冷知热呀，媳妇儿。大姐夫，天冷了，别着凉啊。谢谢二小姨子。老公，哎，天冷，啊，别冻着啊！啊，姐，热。你小子跟我说句实话，哎，你是打架被撵出来的吗？我没打架。没打架？我没打架。我教你那三句话，你说了没有？我说了，说了不好使，没打起来。那你怎么出来的？我后来又发挥了一下。你怎么发挥的？我跟他这么说的啊，我说媳妇儿，你看，爸、妹夫都在外边冻着呢，啊，家里边就三个男人，两个人出去挨冻去了。我当姐夫的怎么能睡热被窝呢？我得出去陪他们，荣辱与共。嘿，然后，大米粒就把这个事儿告诉了妈和二米粒啊。妈激动地抱住了我啊，她跟我说说什么？好孩子。接着大米粒紧紧地抱住了我。他说什么？他啥也没说，给了我一个深深的吻。哦，接着二米粒紧紧地抱住了我，他也啥都没说。不是，别闹了，这事儿我得问清楚。二米粒怎么的了？激动地流下了两行热泪。你吓死我了你。爸，哎，我不能陪您时间太长，因为大米粒跟我说了只给我五分钟，他怕我冻着，他说万一我要冻着了他会受不了的，他说他一咳嗽我就得回去。不行，我得回去了，我必须回去，大米粒受不了了。都看见了吧？啊，爸，就大姐夫啊，就这样的啊，表面忠厚，内心奸诈呀，这就是个奸细啊，这就是个。这回咱俩算回不去了。哎，不对，爸，你回不去了，我能回去。我跟二米粒说三句话，他准让我进去。我不信，不信你帮我数着，让我数着。让你回去，你想的什么来着？二米粒儿，媳妇儿，我错了，滚！二米粒儿，媳妇儿，我错了，滚犊子！哦，二米粒儿，媳妇儿，我给你买了个包，进来吧。
拜拜，爸爸。牛什么牛啊？就这套谁不会呀、啊？不就三句吗？老伴儿啊，我错了。老伴儿，我也给你买了个包。吃着了。老伴儿，不来点招不好使。哎呀妈呀，这肘子太好吃了！给我住